马六甲慈济幼儿园45位老师体验农夫耕地播种，也思考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学习。以后我们的孩子发脾气，然后不听话，我们可能要带他去拔草，拔草了以后，他就心平气和回去上课，很好。因为我们城市是比较偏僻的，所以我们会以农耕种植为主，会让他们体验一下。我是希望你们啊，每一年有来。一同拟菜单，采购食材，一道道佳肴上菜，感情也跟着加温。刚才他们在做的时候，整组的组员也是很享受那个过程，包括我们很多老师、很多组员，大家都说：“哎，我做了这个，我回去要教我的小朋友做。”马六甲教师培训营，四家园所老师们齐聚一堂，在两天一夜的活动中，动静态课程都有，彼此切磋，一同成长，也更有动力投入爱的教育。大爱新闻李彩晶、周逸吉，马来西亚报道。